平时大家白灼虾都吃多了，今天就来个比较香口的蒜蓉油酱九节虾。那九节虾我们买回来呢，就首先把它剥壳啊，去掉这个虾线，备用蒜蓉，再给几个小米辣，还有这个小葱带颜色，开始操作。那我们就腌一个底味啊。那海鲜呢，酒楼做法就是那个少许的鸡粉为主，鸡粉、香油、生粉啊，搅拌均匀，捞一下底味啊，把它腌制片刻就 OK 了，就备用。这个虾我们四成油温，去轻轻滑一下油，定一下型，捞出来备用。那给点这个广东的土炸花生油啊，这油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要多油才香，知道吗？再给点这个虾油啊。小米辣，小火啊，把它炒香就行了。加入我们的这个虾汤，把虾就放进去。我们开始调味，先味粉、鸡粉、蚝油。给点生抽，中火收汁，焖上五分钟。那我们这个蒜香味就全部熬出来了。这蒜呢，它会跟着这个虾汤呢，就慢慢起焦啊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哈、啊。收到这个样子呢，就可以出锅了，是吧？将这些打出来先。那我们就进行摆盘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汁呢就可以把它浇上去，拌饭是一流了啊。这个葱鸭呢，就拿来摆盘。啊，老铁们，今天这个蒜香油酱九节虾就 OK 了，谢谢。过来看一下我们。喂，阿良，我们试一下，来打点蒜蓉才行。我们试一下味道啊，一定要沾着这个蒜蓉吃，米饭的吃两碗，来试一下。那你剥壳的话，就吃起来方便嘛。这个蒜香浓郁，非常 Q 弹。